胆子够大吗？你敢一个人半夜去废弃的医院冒险吗？虽然农历七月刚过，也不用这么急着去找阿飘了。想练练胆子，先来玩玩这款手机游戏《幽暗医院》。你有胆子挑战吗？恐怖哎！大家以为手机游戏都是温馨可爱的吗？那可不一定，至少这款《幽暗医院》就准备让玩家吓破胆喽。这款使用了 Unreal Engine 3游戏引擎开发的冒险动作游戏，营造出超恐怖惊悚气氛。玩家将独自一人在荒废的医院中冒险，寻找失踪的亲人。而在这死气沉沉的废弃医院中，不但危机四伏，而且还有妖魔鬼怪蠢蠢欲动。玩家能够以触控荧幕的方式挥动武器攻击迎面而来的妖魔鬼怪，惊悚的气氛、血腥的场景以及随时而来的危机，幽暗医院要挑战玩家的胆量极限。